聂秘书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事儿。那我找你有事。昨天的会议记录呢？我放您桌上了。我没看到。那我再帮您找找。我说没看到就是没看到，你在质疑我吗？那我在外面再找找。我重新帮您打一份吧。聂秘书，你刚才是在偷拍我吗？我先起来再跟你说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？